哦，还有这只，哇，每只都这个都超肥的。来看哪里啊？看这个侧面。那有蛋的话，它这里也会橘色的哈、哦。啊，壳的下缘也会橘色的。我、哦、看得很清楚吧？如果保蛋的，然后这个地方哦，才凹陷的哦，那个千万不要买。其实看就很清楚了啦，看它那个，因为三点蟹的壳哦比较薄，所以很清楚可以看到哪一只有蛋。好、哦、像角落这一只，那角落这一只就很明显，生殖器很发达。哦，这只就是保蛋，然后这只也是，我们就把它抓起来。我看一下，来看哪里啊？看这个侧面。那有蛋的话，它这里也会橘色的哈、哦。啊，壳的下缘也会橘色的。我看得很清楚吧？好，这里有一只，这只也特别肥。这只的这个肘关节呢，也非常的饱满哈、哦，没有问题。哦，还有这只，哇，每只都。这个都超肥的，所以你看这品质有多好。这个只是最小规格、最便宜的规格，然后就已经有蛋可以吃了。如果你会挑的话，超棒了。哦，可以看到哦，它有蛋的，它就是因为蛋已经紧贴着它的壳了，所以它的那个生殖腺都已经整个爆炸开来了。好的，很明显嘛，对，所以这个有蛋的蟹其实不难挑啦。如果保蛋的，然后这个地方哦才凹陷的哦，那个千万不要买，因为那个蛋已经表示它饿到已经蛋都不好吃了，那也没有必要再去吃这种，它蛋已经不香了哈、哦。所以还是要看一下那个手肘的地方，看有没有。我、哦、就是看那种已经越来越明显到夸张的，那挑起来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还只是有一点点那个蛋的话，没有必要拿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让它在你在这个环境下育肥是最好的哦，让它得到它更好的滋养。这样，这一只像这一只，就生殖腺都还有发育的空间，它还没有蛋非常的薄，可是也不错了哦，也不错了。刚才这个地方有点凹陷，哦，就没有很饱满。哦，也是有了，一点点。好像是有点饱满，可以，可是它还是会陷下去，慢慢的陷下去，所以它有饿到，哦，有饿到，它没有很饱，可是它蛋也快爆炸了，所以这个我就把它移出去。